在每周日晚间十点，华视精选剧场。阿里带腿不痛啊？怎么样在啊？现实风雨阻挡不了对家的渴望，对亲情的依盼。你杀了我也拿不走这块地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也是黑社会的。那块地现在是他的名字。你要出卖自己兄弟啊？三哥，我龙哥快来了，三哥，龙哥的小孩了。啊、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带着他们走到一个冬天也有太阳的地方。9月23日，周至晚间10点，华视精选剧场《归途》。